谢谢 SKY 为我们带来了他们成团之后的首支作品 Burn。 有请各位来到我们的采访区，请 SKY 的各位成员来到我们的采访区，大家也是先稍稍的休息一下，因为今天也是作为特别来宾来到我们的舞台。我们要让一星队长稍微平复一下心情啊，因为虽然刚刚可能心目当中有很多的不舍，但是此刻看到 SKY 的各位应该还是蛮有成就感的，因为我们知道一星队长也是在少年之名当中作为少年制作人来见证着他们出道的，所以第一次看到他们成团之后在舞台上面的呈现，有什么要说的？嗨，大家好。好，PD 好。首先我今天看到他们的表演，能够感受到你们对这个舞花了心思。你们拍了多久？其实时间也没有那么的长，一个星期。对，一个星期。我希望以后不管在什么舞台都能够看到这样的力量和这样的热情在舞台上挥洒，你们做得到吗？做得到。哇Come on。谢谢，我们真的是感受到了小伙子们的冲劲儿啊！那啊，我们也依次让各位成员跟大家来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好的 ，OK， 三二一，好的，我们是 SKY。Hello， 大家好，我是 SKY 的队长李希侃。Hello， 大家好，我是左邻右舍都喜欢的 SKY 左邻杰。Hello， 大家好，我是 SKY 的 VC Fire 胡文轩小伙。Hello， 大家好，我是 SKY 最爱正的郭正。Hello， 大家好，我是 SKY 的成员左一。Hello， 大家好，我是 SKY 的人鱼王子郑人鱼。Hello， 大家好，我是 SKY 的林墨。也是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就是街舞第三季的冠军之夜的舞台。其实希侃应该有很多的粉丝在关注着这个希侃最近的状况啊，因为我们看今天的造型也有一点点特别，能不能给大家来解释一下？没有，其实也还好啊，就里面断了嘛，然后就男生嘛，磕磕碰碰就很正常，其实也很庆幸断的是鼻子，如果断的是手或者腿的话，那就来不了这么帅的舞台了。对，很感谢。我们也要特别谢谢希侃的敬业啊！那当然，我们知道，各位也是第一支成团之后的作品 Burn 在舞台上面呈现，几个小伙子来到我们这届第三季的决赛也是特别的兴奋。能不能跟大家来说一说，有没有你们要 pick 的选手，自己最喜欢哪位选手？其实就在之前，然后也是我们的决赛夜，所以能感觉到各位选手都很紧张，各位老师都很紧张，对。所以说就不给他们施加什么压力了，对，大家都加油。那我们就请 SKY 和我们今天在场的所有人一起来享受这个属于街舞的夜晚，好不好？再次的感谢 SKY 来到我们这街三的决赛之夜，谢谢大家，请休息一下，谢谢。